嗨，大家好。昨天我有去好市多，看到这个新的样品，这个是冷冻的虾，叫新的。呀，我也买到小麦。就好，只有369元。就好，我买不到1公斤，344元。就好，葡萄，这无籽葡萄的，它在特价，它现在只有300元。现在我们来开箱这个吧，这个什么种？加冷水，就这样。等水滚了，水开的时候，就放下进水。我们现在等水滚吧。是我看到第一次好，就是卖这个的，是不是？它一定熟了，而是它是冷冻，它冰冰的。如果你喜欢吃冰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这个是还没有煮过的，我试给你们看，它是冰冰的。它这里有蛋，这个蛋也可以吃的。熟了，肉很甜，QQ，很好吃。现在我们去煮那个肉的，水开了。拿这个虾，放进水，是多少就多少哈。哎，就这样，这样够我吃了。不要放太久哈，放进去大概1分钟就拿出来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关火了。我们拿出来吧，拿一个盘子。
就这样。煮好了，是很好吃。哇，好烫啊！这个蛋也可以试，是好吃，我加东西放上。这个是热的，这里我要弄一点点胡椒盐，大家一起吃吧。好甜啊，我觉得价格还好，不贵，一公斤就有400多，好吃，都好吃的。应该我第一次在好吃多看到这个，太好吃了。它的肉很甜很 Q， 不是一般那种虾肉，它软软的，这种不是，它 Q。它本身就有味道了，如果你喜欢，就是加一点胡椒盐。更好吃。这个蛋好吃。很好吃。加胡椒盐很好吃，如果你们喜欢，也是可以加一点点柠檬。好甜。
好大一颗。大家一起吃。嗯。酸酸甜甜。好吃，如果你们是一种酸一种甜，你们先吃酸甜，等一下再吃。如果你先吃甜，等一下吃酸，没什么味道。加蜂蜜，一点点点哈。加蜂蜜我也在好吃多买的。说说你好不好吃？加蜂蜜好吃哎。加蜂蜜很好吃，超好吃哎！我觉得你们要吃看看，跟我一样。超好吃的，好吃，先吃葡萄，这黑色葡萄，它是，它是欧洲的。好甜。